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彼此伸出援手。谢谢你们，这次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帮助。台湾和日本是紧密连结的好邻居。从疫情开始，东京奥运跨越了重重的挑战。虽然我们现在无法亲临现场，但是我们准备好了，一起关注每一场赛事，见证选手拿下好成绩。让我们用最好的表现致敬场上的每一滴汗水。来自台湾的热情应援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。东京奥运，台湾全力相挺。ありがとう、日本。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、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。